你在干什么？大人，杨珊珊，你不要总是大叫，你是一个机器人。你叫什么？我叫星期五。我说你见到主人叫什么？我见到主人也叫星期五。 珊珊，你发生什么事儿了？嗨，星期五。你好啊，主人。 还挺可爱的，尝尝。我以前不爱吃早餐，我妈就会给我做这个。这么多年了，还是第一次有人给我做。我的天，这是放了什么毒鸡爪的？怎么样？ 味道还不错，真的吗？不行，我要夸奖他，鼓励是教育，真的挺好吃。我做饭明明很有天赋嘛，舅妈还吐槽我做的东西猪都会嫌弃。来人，救命！ 我上去换件衣服，你去泡两杯茶。好。